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九节，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？在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我相信大家留意到一样东西，就是其实如我们所说，就是大卫的方向对，但是问题呢，方向对你都要有件事的轻重的。原来当我们接近神的同在的程度越剧烈的时候，一班亵慢人就说：哎，什么那么紧张，你说话夸张得很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以那班人做带领，以那班人做方向，为了满足那班人这些的批评论断而行事的话，那你就真的死路一条。你会看到大卫他现在行的方向是对的，但这个方向是接触神的面光，是接触神的同在，但你接触神的面光和同在，他只是大意，他只是没有留意到神的话语这些细节，结果你要看到有人死于非命。而事实上同样级数的大卫会幕这种级数的能力，在几个世纪之后一样出现。这个就是新约教会的时候，阿拿尼亚、撒非拉就是一些这样的人。啊，这些细节不重要，结果他两个就被击杀。而事实上你会看到使徒他就是说，这种能力就是大卫会幕重建的时候会有的现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想复兴，我们真的希望神的复兴临到大卫会幕重建，那这些细节我们需不需要留意呢？我们尝试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六第十七节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余剩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，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。这里就是当时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为外邦人申辩的时候，他讲现在这个复兴就是这里所讲的大卫会幕重建的复兴。而咁你就明白點解使徒行傳啊，嗱你阿撒菲拉會被擊殺啦。你會睇到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喺作出呢啲嘅反應嘅時候，作出呢啲嘅決定嘅時候，你要小心啊！如果你係聽呢啲涉萬人、呢啲大意嘅人講，誒使乜咁緊張啊？呢啲人咧，佢講呢啲嘅説話，你只要聽一成咧，都真係會死嘅。而事實上，呢啲嘅涉萬人，佢嘅目的就係想你死。明明啊，佢系你个敌人啊，你估佢想你升天啊？所谓佢想你成为弱室啊？佢系你个敌人嚟噶，你只能够当捉佢系乜嘢啊？就好似我不嬲都咁讲，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嗰啲人你发觉系亵慢神嘅话咧，你只能够当佢禽兽。而事实上，一只狗你唔系会一只狗行过你身边吠嘅时候，你都要答佢噶。嗱，咁就最好，因为免得喺你作出好多决定嘅时候咧，不知不觉咧，为咗避免佢哋嘅挑战，为咗避免佢哋嘅攻击，我哋好多时呢啲嘅细节咧，我哋冇留意啊。或者你会好似啲市民咁讲，诶，呢啲细节边个会留意啊？我想你知道，神会留意，咁就已经够啦。明唔明啊？神佢会将佢写低喺圣经里边嘅时候，而并且佢写低咗喺圣经里边，记载喺佢嘅话语之后咧，咁呢啲嘅细节就系看为重要嘅。明唔明啊？所以你会睇到唔系话呢啲嘅细节合唔合乎逻辑啊，聪唔聪明啊？而好多人都系噶，佢遵行圣经，佢要同你拗。明明圣经写咗噶啦，但系问题佢觉得咧，如果写咗要合乎逻辑。神先至想我做嘅啫。如果嗰样嘢写咗，但我觉得唔合逻辑，神唔使我做噶。我记得其中一个我初初开始教会嘅时候咧，喺其他嘅教会分享，其中拗得最紧要嘅咧，即系感谢主，我喺我哋教会从来未试过有呢个问题。喺其他教会咧，拗得最紧要嘅咧，就系立十分一，就系啲人咧唔愿意立十分一。明明圣经记载旧约有记载，新约有记载咧，佢硬系就觉得通唔过佢个逻辑啊。但我想你知道咧，有好多人根本佢系决定唔行真理嘅话咧，佢硬住心、硬住颈项嘅话咧，嗰样就算几有道理，都冇逻辑可言噶。所以你会睇到好多硬着颈项嘅人咧，就用呢一个做藉口啦。啊，我觉得冇逻辑啊，我觉得你讲唔服我，但系其实咧，你几有逻辑，你几有智慧，几合乎圣经真理，佢都会揾到藉口出嚟噶。而他觉得只要不合乎逻辑的话，神都不会监我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看到，譬如好像大卫在这件事件当中，即是哪个会挂意，就是说找一个这样的盒，要真的找两支棍穿在这四个窿，
仲要揾呢啲利美人嘅膊头去抬啊？呢啲细节边个去介意啊？边度合逻辑嘅啫？系咪？里边有咩使我得着啫？里边有咩智慧喺度啫？啊，咁你会睇到啦，呢啲细节神去介意咯，而介意嘅程度死得人噶咯，明啊？所以你会睇到好多时喺圣经里面，明明叫我哋做嘅嘢咧，我哋未必拣得明佢噶，我哋只能够照做噶啫。在新約裡面教我們怎樣去付出、啊、殺種、啊、愛人、啊、有時候我們未必理解為什麼要做，我們未必理解得完，但是就好像我開始信主的時候，很多的真理我未必理解得完，但我憑信心去做，因為我知道那些你都不用用邏輯去推論，那些真的是神要你去做嘛，你未必理解神為什麼要你去做、啊、就是在我以前來說，我初信我覺得立十分一比教會是很多、啊、他們需不需要用到那麼多、啊、那聖經還要記載十分之外還要給奉獻、啊，咁我真係已經喺初信嘅時候已經有做，除咗十分一，我一定會再另外俾奉獻嘅、啊，即係如果嗰個月啱啱有利是竇早咧，咁我就除咗十分一之外，我一定會俾奉獻嘅，因為多咗額外嘅。嗱、啊、喺邏輯上，我會諗教會使唔使咁多錢啊？教會使唔使用到呢一啲啊？佢點用㗎咁樣？嗱、啊，我想象我係個學生，我點會知道人哋點用錢啊？係咪？但我想問你知道，就算我未知道啲邏輯咧，我知道我絕對唔可以批評，唔可以論斷，唔可以涉問。不可以对这些领袖施压，我要自己去做，因为这个是圣经讲的细节来的。而这些细节是第日会带到我去到神的同在面前。而我学习在这些细节当中尊重的话，神的同在非常之大临到的时候，神的同在不会激散我。但如果我在开头这些细节我不执着，我不小心的话，好像大卫那样。当大卫会不会被建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发生呢？我们看见大卫这里的这件事件，我们看到自己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新约使徒行传所讲的这些事件，我们看见真的会有击杀的现象。原因就是什么？原因就是神的同在越庞大的话，其实我们就要越照神的意思去做，而细节呢都很重要的。而大卫会幕的建立呢，这个就是第一大要给我们的教训。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九节，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。谁投靠在主你殿里，常期待跟主脚步去，心愿你话语热烈临在我，若灵常怀念记取，常沉醉在主说话里，常潜守我永没疲累，将真理话语每天在伴随，期望永恒常在我的心意中，思念里记着神话语应许，藏在你心思旨意中，爱你话语每日情逢爱歌诗句。